哎，哥几个，咱们在这儿坐着，这个反正露营的这个场所条件也有限，不如打开想象力，每个人说一个你想象的空间场所，他们后期直接把背景啪一下就 P 成在那个空间跟场所。好，好吧，比如说现在打个样啊，我们现在的露营地是月球。哎，正好在我在前面再走一下。猴子，哎呀，碰到什么了？你们这样很难 P， 本来一张静止的图就行了。降低点难度，降低。好了，我已经说了月球了，哥几个来轮流想一想。后期来给我 P 个旁边，我带了一个我的女朋友。OK。那个，哎，来再坐。哎呦，哎，长得不错呀，人模人样的。哎，嫂子，哎呀，真的，嫂子，哎呀，就是远远有点不懂事，让你坐在雨里，他坐在里面。这，对，来，你坐这，来，你坐这儿。来，跟大家聊一聊，远远嘛，真的让你费心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哎、吃瓜，吃瓜，别逗弟妹啊。哎，然后他走了啊，慢慢聊，等一下我联系，我跟兄弟们再喝会儿啊。行，慢走啊。哥五个，生哥去跟老姚最后的钓鱼对决了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商量一下，万一等一下老姚赢了，咱们怎么样？把老姚弄出去，他想赢生哥也太难了吧？不可能！生哥，出生！哎，哇塞！看看，这叫什么？姜太公钓鱼，冤着上钩。不可能，不要想这个，根本不可能。除非他昨天下去自己在下面已经绑好了一条鱼，保不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昨天说了这个游戏，但没有执行。晚上我们都睡了，他去了哪里？哦，我们不知道，他去湖底下绑鱼是有可能的。昨天咱们喝白茶，彪哥来那会儿，你记不记得他湿着头发回来的？哦，让他感觉有点那个呼吸困难，有点憋了个气，感觉那个脸有点涨红。对。小狗来了，不要抢镜喽！哎呀！Hey，come on！哎，我的耳被他叼走了！啊！哇塞！哎！是不是艾伦派来的？这个狗是不是艾伦派来的？啊！咦，小狗来了！不要抢镜了。哎呀！Come on！我的耳被他叼走了。哎呀，欺负人了！啊，我的耳被他叼走了。他怎么会吃那个？香啊！我天！哎呦，真的吃着呢，太好笑了吧！所以我们现在的规则是什么？先调好，你觉得 OK 的就可以开始了。我觉得 OK， 你的符都不在上面。我的事你不要管。九子，那是不是打结了？好像是。那你要解开呀、啊，你整个一，哇，这。杰哥有问题，是不是？